哦，圣诞树，哦，圣诞树。好冷啊！啊，那里有只小猫咪耶，它看起来好像很冷，我们快去帮助它吧。你还好吗，小猫咪？快戴上这双手套，然后把这条围巾也戴上，会变暖和点的。快来，一起喝杯热巧克力吧。你们真好，谢谢你们。小猫咪，今天是圣诞节，分享才是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呢。看一看这尾巴，快来传递关爱吧。其实很简单呀，分享温暖你我他。一起分享快乐吧。看一看这尾巴，快来帮助他人吧。其实很简单呀，分享温暖你我他。真是个善良的孩子呀。给你温暖的袜子，给你温暖的袜子，圣诞快乐，幸福开始。在这冬季分享你的爱，关爱就是分享，分享就是关爱，愿温暖和关爱无处不在。